走走走，你这这回病人不轻啊，赶快看看。奶奶，你放心，人家他没有事儿。你别看看了，人家病人啥样，你那才没事儿。奶奶，你搁这看着，看我咋上，你溜溜弯过出来。小妹儿，你给人家吃一个。不想吃。哦，我这个给你喝一点。不想喝。那我带去溜达溜达。不想走路。哎。 老公，你在家呗？我在家。咋出去遛弯遛弯呀？哎，老公，你咋看出我是装的？你看这是啥？这不是我偷偷在家控吗？他可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监控哦，他还是智能看护机。他不还是个监控吗？他个轻度长效老年看护机，能二十四小时守护老年人监控，而且他还有电脑报警功能，能检测到电脑还未自动打电话给。你看这上面的数字正常的不得了，所以说根本就没有生病，你是心病。哎。